好，依家系4月23号晏昼5点钟，咁啊，讲紧系星期日啊，咁啊，记住呢个元朗啊，孖横路，望望下个地址啦，孖横路，咁啊，呢个嘅元朗45至67号啊，呢个福信楼啊嘅呢一个位置，冇嘢好讲，总之后面呢一个位啊，呢个紫色招牌呢度，咁啊，转过去你望下就超差位置啦，咁啊，好静嘅呢个位置，叫做达大健，不过就又交吉，唔知要吉几耐。不過總之你要俾個分數，俾4分，同你簡單地介紹一下先啦。今日落緊雨啊，又燒病緊啊，係費事揼咁多嘢。好，依家望住呢個位，咁啊循例講聲啦，冇乜嘢好講啦。而家企咗喺元朗孖橫路45至67號 EPRC 成交咗嘅福信樓地下，連平台啊、閣樓啊、09號啦、九號鋪啦、地鋪啊，加埋所有嘢1500尺啦，有個入職角。咁啊 EPRC 成交咗嘅時候就係938萬。交吉嘅话就官浪粮油应该唔系啦，09年啦，260万蚊地啊，位置超差，唔使讲嘢，超级差。今日不过就志在正在大大建啦，摆喺度唔知做乜啦，咁啊，但系唔知个买家卖嚟做乜啦。不过总之就呢个位置超差，唔使讲啦。不过就个大大建咧叫做冇咩嘢好讲呢件嘢。落紧雨啊，咁啊，所以咧稍微睇一睇下先啦，个图积咁啊，叫做个门阔啊，同埋嗰个嘅深度咧。落紧雨啊，所以我缩出入嚟避下雨啊。就是紫色招牌呢个位嘅时候，门阔大概14尺到啦，嚟连埋楼梯位啊17尺啦，深都几深下嘅，有成50尺嘅。咁啊，再转个圈俾你望下附近嘅环境。叮啊，好快地出外面，一张相外面落紧雨啊，好大遮系咁揼紧头啊，已经病病地啦，费事揼病啦。图积嘅，你睇到咧个地铺咧，加埋一个 corner 嘅，咁就有个有个入职角，咁啊，同埋睇埋个位置图，咁啊就我走出俾你稍微望一望下外面嘅样。我依家走出嚟外面嘅事，走出嚟外面呢度啦，大概望一望下个样啦，就系呢个铺头啦。咁啊，上面个栋大厦嘅环境，咁啊，紫色招牌呢一度，咁啊，附近嘅环境大概咁啦，好快你转个圈啊，冇咩好讲，超级差位置啊。不过就胜在大大件啦，深成50尺啊，门阔都有成14尺啊，计埋楼梯位17尺，咁啊真系 OK 嘅，咁啊几百万货仔，你想点啊？你要我俾个分数啊？前面有双黄线，咁啊一辣铺全部都拉晒闸，呢度永远都拉闸嗰啲铺头，咁啊真系900多万。超正咯个位，我都唔知点俾分啦，都要大大件平个住宅咁啊，要我俾四分啦，四分啦，四分。